你现在捞到什么鱼了？嗯。哇，你的整个手都是青苔哎！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？青苔。对。不过青苔应该不会长那样吧？都是用我的石头的。那个它可以长在表面的地方都可以啊，只要不要太滑，它都可以长啊。手上还有青苔吗？还有，但是好脏。你自己要去摸的，你可以去水里面摸那个青苔，你可以摸一下它是什么样的触感，摸看看它是不是有点滑滑的。对，有点滑滑的。对不对？我要捞上来青苔。我跟你讲，那个跟海带很像哦，就是平常你吃的那个海苔啊，就是这种海里面的青苔做的哦。对，那个就是青苔，好玩吗？我是用海里面的青苔做的，好像那个我问你地方。淡水的青苔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干净吧，所以比较少人吃淡水的青苔，都是海水的青苔。海水的青苔为什么比较干净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有可能海水可以杀菌吧。好了，哎呦，你又给我捞起来，快点放回去，放回去，放回去啦，放回去，好不好？让鱼比较舒服一点。你捞起来它又不舒服。